站好。请你把屁股离开背离开那个墙壁。来，过来站好。不然我们要吃你的蛋糕。手刷要放哪里？手刷。手手请放后面，对，这样子站好，没错，三分钟哦。不要这样子晃来晃去，罚站，你在被罚站。手要放哪里？请你放后面，谢谢。你这样子我要更久哦，放好。你教他怎么样是正确的罚站？怎么罚站？他可以动来动去吗？可以吗？请你看哥哥。OK。对，然后脸不可以。你为什么被罚站？你为什么被罚站？因为你怎样？你有没有打人？打谁？所以你被罚站对吗？那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罚站。我是谁？我要罚站。好，喝好，不可以再怎样？可以。喝好。好我是李贝，我们筹备很久的品牌哈哈 baby 终于上线啦！目前架上有很多小朋友的睡衣、外出服、亲子装、情侣装，那都是我们严选台湾的厂商在地生产制造的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下面有放网址，可以逛逛。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